美墨二，也就是最后生还者二 PS5 重置版，它和 PS4 的原版在 PS4 上 PS4 Pro 上有哪些区别，这个视频说一下。我们先看这张图，第一列是 PS4 原版，它是 1080p 分辨率，帧率是30。第二列是 PS4 Pro， 它是 2K 分辨率，帧率也是30。第三列它是 PS5 重置版的画面模式，或者叫高保帧模式，它是 4K 的分辨率，30帧。那最后一列是 PS5 重置版，它的性能模式是 2K 分辨率的60帧。但是右侧这两个 PS5 重置版有两个加成，那就是下面这个小字 VRR。 如果你的显示器或者电视支持 VRR 的话，它可以到 4K 分辨率的30到50帧之间浮动，能比不支持 VRR 的显示设备能多解锁20帧，不到20帧吧。性能模式的 VRR 2K 分辨率的60到90帧能解锁30帧，小30帧。好，看下一环节，这个是加载时间。我现在有美墨二的光盘版 PS4 版，即便它在 PS5 上玩，这个加载时间也是让人很头疼的，加载时间太长了。现在 PS5 版的重置版，它的加载时间只需要20秒，而 PS4 和 PS4 Pro 需要1分10秒，也就是70秒，速度差了三倍还拐弯。下面这个环节呢是视角， PS5 的视角更大，能显示的内容更多。中间是 PS4 和 PS4 Pro， 相当于一个长焦镜头，看到的内容稍微小了一圈， PS5 呢看到的大了一圈，因为 PS5 的计算能力更强嘛。下面这是水的对比，我没看出太大的区别。这是阴影距离的对比，我也没看出太大的区别。下面这是帧率， PS5 的高保帧模式稳定 30， PS5 的性能模式稳定 60， 一个是 4K 分辨率，一个是 2K 分辨率，作为索尼的第一方游戏，这是底线。现在各位看到的是 PS5 性能模式带 VRR 的帧率是八九十帧，现在没有战斗。现在各位看到的是战斗模式的 VRR 的性能模式。下面是阴影对比，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特别大的区别，只不过 PS5 的版本细节更清晰一些，真正玩起来看不出来。看完这个对比视频，我主要就一个感觉，那就是画面的区别。 PS4 最糊， 1080p 的30帧，帧率也不是很好。 PS4 Pro 呢变成了 4K 30帧，因为它是 PS4 版，画面清晰度细节比 PS4 稍好了一些，属 PS5 的高保帧模式，画面最逼真最清晰，细节最多，感觉真是上了一个档次，是在比较之下上了一个档次的。游戏还是那个游戏，我感觉多花这十美元或者八九十块钱升个级还是挺值的。如果你没玩过美墨二，玩过美墨一比较喜欢的话，建议可以直接买数字版，398港币，目前应该买不到盘，就算你买到盘了，估计将来也不好卖。如果你玩过美墨一的 PS4 重置或者 PS5 重置，你不喜欢，那么这个二代也不要买，不要跟风，因为这两个游戏是差不多的。因为美墨一代的 PS5 重置版，它的用户体验也优化得很不错了，画面也不错，如果你还不喜欢，这个就可以直接跳过了，别人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